为什么不走？是你得让我安心才对。为什么安心的人不能是我呢？为什么护你周全的人不能是我呢？聂真，在这种时候，你非要拿你的命开玩笑吗？你知不知道？ 你对我有多重要，小蝶，我答应过你啊，我会赢回来的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少帅，答应你的事我已经做到了，接下来该你了，带路吧。 你就没有怀疑过赵先生的真实身份吗？上次我已经提醒得够明显了。这些就不劳少帅费心了。聂真，你出卖洪州，伤我右腿，杀我妹妹，今天就叫你血债血偿。侯师长，别冲动。住手！啊， 契约新娘，随选随看，请至 MOD 影剧馆 Plus 观赏。